好，这边来看一下吉亚对阵朱雀的第二局上半场，东玄放国女巫能不能打呢？能打，只是我觉得不好打。这把的话女巫期待一手吧，因为吉亚的这四个人打女巫，反正我看下来啊，参考上一周那个吉亚四个人他们打那个鱼腩的那个女巫，那把鱼腩的女巫说实话打得真的挺好的，但是就是完全你就感觉到她找不到机会，突破不了，是真突破不了。所以说这把东玄的女巫能不能突破呢，我得好好看一看，毕竟她是东玄。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，其实即便强到东玄这个程度啊，要用梦之女巫突破吉亚这四个变态也是有点难的。看一下啊，而且这套阵容其实打女巫我觉得还行，就这套阵容打女巫是不落下风的，女巫没有一个特别可以突破的点，你就抓入殓师，抓入殓师，吉亚他们的入殓体系打得已经炉火纯青了。看见这边的心理，好，这边抢个窗，第一刀有，哎，无心。这上来这一刀打得有点舒服啊，这一刀等于是白嫖了一刀，信徒一补，然后包夹狗咬，来两刀。这边想要抽一刀没能成功，无心这边的话是先把板子下掉拉走，三秒钟以后有飞轮。这手飞轮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这手飞轮你面对女巫双信徒包夹，再加上这边本体信徒原生信徒放狗似乎不够用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交互区来配合这个飞轮卡掉这只狗。那等于说东玄是两狗加一个白嫖平地刀完成的一个击倒，时间是一分十几秒，一分二十秒的样子。这个击倒时间我说实话啊，就抛开这两边的实力不谈，就正常来打呢，哎，这边保了一轮交飞轮，翻是肯定翻不过去了，这边的话拖一手。就这个局是属于一个军事局，属于是一个女巫能保平但不一定能争胜的一个局，而穷者想把这个局盘活成一个四人开门战的，目前来看是有点难度的。他们的密码机两台半，前锋这边的话只有一个薄命，后面的话你要靠什么呢？难道靠入殓师的灵柩吗？东玄这边是想要搬迁，搬进地下室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多少观众会当时会想到这边会去搬迁一手挂进地下室的？为什么东玄选择去挂这个地下室拉球了？这边他球断。我觉得东玄也是有所忌惮的，因为这对面这四个大哥，对吧？比赛东玄肯定也看的嘛，上周对吧？那鱼腩那把女巫打的真的蛮好的，就真的突破不了。所以这把的话，东玄选择什么呢？我先把这个心理挂进地下室，稳稳的给挂飞了，然后再来跟你们打残局。这样的话呢，立于不败之地。不行，我进可攻。我去争一个多，我退可守，我来保个平，最少三杀。没，现在还没有到论胜负的时候，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还不好说，因为对于女巫来讲，她这局要赢要看什么？要看二手节奏。这边东玄要切闪了，这边东玄要切闪了，那边的话在补状态，给杂技补状态。东玄这边切闪秒前锋，关键是前锋满血，你切个闪打一刀好像也不够用，算了，回头耗了一轮前锋的球，前锋手里还有个薄命，但是前锋手里这个薄命东玄可能不一定能知道。这把的话密码机一个人挂飞是修了 3.3.4 的样子，这边放狗咬住入殓师，这个点这个时间点如果说选择抓入殓师，其实东玄节奏上面不一定能滚取雪球来的，因为入殓师不需要人救嘛，对吧？我这波倒了以后我自己救自己，东玄是续不上节奏的。东玄现在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的是两点，第一点椅子上面有人，他能击倒人守着，一个信徒守着人，然后呢本体信那个本体站在中场干扰到这边的密码机，这两点他都能做到，这个局东玄能赢，两点缺一不可啊。就你比如说手里面一直没有人的，你控你随便控，我相信以家的穷者是可以跟你拉扯的，慢慢拉就好了。
你这边如果抓到人干扰不到密码机，那么压机救人三人开门战，我觉得吉亚这边也能够去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保平。所以现在东玄这两点，他就吉亚的人他们不给你这种机会的啦，真的不给你这种机会的。就现在能抓的只有这个入殓师，而这个入殓师是完成不了我刚刚上述所说的那两点的，他都做不了。第一，椅子上面没有人的；第二，你也管不到密码机的。就这里这一轮东玄消耗了这一轮的时间去抓这入殓师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之举。而对于这手来讲呢，东玄唯一的有用的就是刷了一轮入殓师的一个上挂，而这入殓师上挂刷完以后，你看密码机中场的密码机已经快修完了，好了，现在只差一台机子了。这边的话前锋还把信徒压好了，小点密码机点开，对吧？就这就是吉亚他们打女巫的强处在哪里，就他们在中间环节当中是不给一点点机会的。大家可以看我上周的那个视频当中，我的那个标题就是滴水不漏，真的滴水不漏。好了，现在的话你要压机子，我这边修两台啊，你压机子我修两台，两边的机子都开始修起来。东玄还是就是手里面没有人啊，手里面没有人。这边的话东玄选择打一个突破，打一个突破，哎，可以打突破入殓师。为什么呢？入殓师二挂，这样的话呢开门战有一个挂飞的点，东玄也是没有办法，确实抓不到这边前锋和那个杂技的机会，选择过来打一手。这样的话呢入殓师待会儿开门战击倒以后，我挂飞然后再底牌切，或者说再留人，还是有机会能争多的，就看这边吉亚的一个残局安排怎么打了。前锋手里有薄命，杂技那边机子压好。哦，底牌切过了，切闪了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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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挂地下室，再挂地下室，密码机直接点亮。这边的话，这一刀插刀直接亮机，三个人不贴门的开门战。东玄的话现在是一个二打三，他如果交闪秒掉这边的入殓师，其实外围的两个人不太有机会再拦得住了。倒死角那边点门还在拖呢，阿策这边还在拖呢，原生信徒也跟过来了，啊，不是寄生信徒也跟过来，没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什么赛前我会觉得东玄可能会掏那个红蝶的一个原因啊，因为你要打吉亚的人，反正至少我的数据库里面看下来，女巫去打吉亚这四个大哥占不到一点点便宜，